已经开始了，这是第二盘。是由樊振东的出场，刚才就引起了现场的一片混。现在发球的呢是梁靖昆，是立下了汗马功劳。是双方第一局的比赛。先为大家介绍一下，乒乓球运动员当中可以说是非常强壮的。看这个身材，你说他是手啊？即便是目前国家男队的这个。 像马龙啊、张继科这样的，他的冲击感呢就能给对手造成一定的威胁。第一局比赛了4-4，当中曾经参加过混双的王楚钦，啊，虽然只有21岁，但是场上比赛的气质确实给人一种非常放心的感觉，显示出了丰富的比赛经验。放高球。 曾经在奥地利公开赛，这是国际乒联巡回赛当中比较重要的一战啊，获得过男单的冠军。真的，一直是咬得很紧，又来到了7平。哦，这个球8-7，球7-9，哇，好球。 这个常态，这也使得广大成都的球迷啊，梁靖昆发球，好球，有变化。好，第二局的比赛开始。当中呢是11-9获胜。从第一局来看，梁靖昆上来踢的还是充满着阳刚味儿。 抢先上手的时候意识比较好，振东领先，是。 在这一条线上，谁更能有优势一点，对比赛这个走势还是比较分，大的比较大。樊振东领先，好球！这个国家乒乓球队备战亚运会的队内的热身赛啊，男团决赛现在是以11-3一个比较悬殊的比分扳回了。男子比赛当中呢，是以3-1战胜了一队的薛飞。 正手的抢，这个点，但是滚网出界。 5-6，但梁振昆的主动无畏失误还是高。好球，精彩！北短突然的加力。
看梁靖昆的发球。到了第二盘的第四局，前三局呢，国家一队的樊振东是2-1先得一分，战胜了队友高飞，薛飞。三局可以说是打得精彩纷呈啊，最后15-13，樊振东险胜。不错，所以说这场比赛也出现了很多这种多拍高质量的。四落后的情况下发球15分，然后正式开幕了啊！昨天开幕式，我想很多观众朋友都看了，奥运会的乒乓球的比赛的征程目标，目标还是取得最好的。坊间乒乓球迷没有把第一线的主力，越南呢表示弃权，结果让印度尼西亚来接盘，这是印度。这从咱们备战奥运的角度来讲的话，亚运会的锻炼价值是非常大的。从这方面，因为这个变化来说的话，我们也中国乒乓球队应该说对这些变化都应该说是他对，尤其是我们几个亚洲的主要的对手啊，他们也会抽快。樊振东同梁靖昆比赛的第二轮目前1-0领先，马上角逐，两名队员知根知底。对。但是不好的是有一些这种无谓主动的无谓失误，还是来到了2-2，樊振东发球，发球3-3，梁靖昆发球，就是机会，对，好球。梁靖昆领先啊，双方换边，但是翻到反手的话可能效果会不错。机会，好球，漂亮，花更多，对，好球啊！关键的这个局次当中，应该说是一下占据了主动，好球。侧身，有加力，哎，这个球，反手台内的加力拧啊，这样拿下了最。